各位现场的媒体大哥大姐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荣讲堂，让我们掌声欢迎内政部长叶俊荣叶部长。大家好。哇塞，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部长，今天什么日子？什么活动？怎么这么多人？我知道，我知道啊。今年每年的七月一号就是户政日，今天就是我们的户政日的庆祝活动。哦，七月一号是户政日，可是为什么是七月一号，不是像一月九号呢？一月九号？对啊，一月九号我生日，部长记得送礼物。哦，那我来说明好了。每年的七月一号是全国户政日，是因为我们的户检分离以及户役政系统的试办都是从七月一号开始，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表扬绩优的户政机关跟人员，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的户政机关团结我们户政的士气，来继续为人民服务。对，户政人员的辛劳呢，真的是值得尊敬，我们应该好好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部长，部长，我们户政智慧化已经服务推动了超过20年，可以请问一下，什么是户政一条龙服务吗？这个我来讲啊，一条龙呢很简单，打大老二的时候1到13都有，这就是一条龙啊。如果刚好这13张都是同一个花色，叫同花大顺，拿到就是稳赢的。我过年的时候通常拿。部长您说，户政一条龙就是我们到户政机关去办理户政业务的时候，同时办理其他机关的服务，比如说补办身份证的同时，也可以申请补办健保卡。哦，我知道，我知道，部长，还有像是办理死亡登记的时候呢，同时也可以办理亡故者人身保险清查的服务，还有像是户籍如果有变动呢，也可以请这个户政事务所同时去通知，像是监理啊、财政啊、台电等等的民众，只要跑一站就可以办好所有的服务，这就是户政一条龙啦！厉害哦！啊，谢谢部长的夸奖哦。我是说户政一条龙厉害。哎，部长，部长。听说现在大家最近都不生小孩，关于这样的议题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我们少子化跟人口结构的老年化确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所以本部推动的人口政策以及提供适当的婚育环境，比如说对育有子女的人，那我们让他们能够优先承租社会住宅，那亦然如果育有未成年的子女，也可以在一期一别以及服役的地点方面获得优惠。当然我们也修改法规，让专业的人才能够入台来服务。对，我朋友呢昨天结婚，他其实就是透过内政部的单身联谊服务来顺利配对成功的耶。这我们也可是大媒人哦。其实有相当多人也都写卡片来给我们表示感谢呢。这就是我们所收到的感谢卡，请看。部长，部长，刚刚提到就是吸引专业人才来台啊，关于这一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呢？为了吸引高级的专业人才以及感谢对台湾有贡献的人，新的国籍法修正之后，他们都可以不用放弃原来的国籍就能够取得我们的国籍，比如说像法国籍的薄佳佳女士，她精通古文以及古梵语，那另外像是德国籍的罗麦瑞女士，她推动台湾纺织品的服务产业，像意大利籍的密克林先生，他将台湾的本土艺术推向国际的舞台，他们都对台湾非常有贡献，而且他们都已经规划成为架杠的台湾人哦。对于这些优秀人才，我们有简单的访问一下，请看 VCR。 要先感谢我的先生故意我申请台湾国籍，我要感谢交通大学的推荐啊，特别要感谢内政部核准我的规划申请啊，谢谢，多谢，很谢谢。我是觉得很感谢那个台湾，那我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事情，那同时还可以那个保留那个德国的那个国籍，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正好那一年也是50年在那个台湾，那我觉得是感情很深，那我是觉得
就是过去我是很多人跟我说，你每次谈到提到那个台湾都会说我们，所以我觉得我很早就有这个感觉，跟台湾那个是就是有这个归属感。我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感谢台湾哈，那我现在我有这个身份证啊，我现在就有投票啊，我有多多注意到天天的新闻啊，谢谢台湾，多谢。我来了是意大利人嘛，对不对？放弃意大利也是很难的，很不容易的。我那么多年在台湾工作，我想这个很大的光荣，我非常高兴。我是台湾人。部长，听说民众对于户政服务的满意度一直都很高，未来呢，对于户政服务您有什么样的期许呢？我想对于民众的需求，我们户政人员永远感同身受，而且也会以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我们也简单的访问了一下曾经受过户政人员帮助的民众，请看 VCR。陈先生你好，今天来特别感谢万华户政事务所，因为你们的帮忙让我找到45年前的同学。我们从越南来，大寮户政对我们很好的关系，是好朋友，很像一家人。我也是从越南过来，那大寮户政他时常有办活动，我们一起去扫街做环保，那我们应该为台湾付出一点心力，我感觉真的很棒。来问户政，我们有行动化的机具，可以带到府上帮你做出生登记。从北立出生到现在1个月，那户政有打电话提醒说60天内要做一个出生登记的部分。那这次他有提供行动化的服务，在家坐月子啊，然后出门比较不方便。有这样的服务，我觉得很贴心，很实用。这真的是太感人了，部长，你不要管我，你继续讲。我们看到的这些案例，其实是我们户政人员日常服务的片段。我们户政机关所以能够维持这么高的满意度，基层的户政人员的努力确实功不可没。对，所以大家平常呢有事没事就可以到户政事务所找我们的户政人员聊聊天，加油打气一下，说不定你还会在户政事务所找到真爱。真爱？对啊，不然部长你扮一下户政人员，然后我来扮一下那个需要服务的民众，来5、4、3、2 action。 先生，你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呢？我需要办迁户籍的服务。哦，你住哪里？我住在你心里。那你要迁到哪里？我想要迁你的手。 You are my destiny， 苦勒，害羞。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非常感谢所有基层的户政同仁以及服务的志工，因为有你们的努力与坚持，使得我们人民的服务能够到位，感谢大家。让我们共同乱讲。内政部这边。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理想。不能再唱了，再唱要加钱。